说对不起，我想我还是喜欢你，讨厌喜欢你。可以让我尝尝味道吗？我的咖啡王子江直树真的好帅哦，真想跟他一样一学就会，什么都是专家。浅焙的巴西味道中心带酸，或种梅可以帮你做曼巴的互补调配，其他也都有很多不同的特色，像是 Kilimanjaro 有葡萄酒的香醇，散发一点花果的香气。Guatemala 在丰富的果酸中有烟熏的气味。夏威夷 Kona， 明天植树就要去爸爸公司上班了，非常特别，可以推荐。接下来泡咖啡这个爱的任务就交给我吧，敬请期待哦。总裁，你的咖啡来了。什么？月琴的皮肤今天怎么连倒影都亮亮的？咖啡也煮得蛮香的。哇，这么近距离看也不错。我还没把情书递给你，心跳怎么无法安静？就在今天，我的心全部都要交给你。好舒服哦，累了一天，下班后好好保养自己也是一种休息哦。讨厌你的冷静聪明，偶尔很靠近，不小心我又冒出少女心。原来不止幸福会发光，连用了杏仁酸好气色也会发光啊。喜欢你。